小师弟，看照片你就是那个灵力舞的新学员吧？不用担心，小师弟，师兄们都会好好照顾你的。多谢。照顾人可是很辛苦的，你不会想让师兄们白费力气吧？啊？就是，这也太欺负人了吧！哎，等等，你看，仗着自己灵力值高，就欺负灵力值低的新学员，这可不太好哦。那个女生好像有点面熟，她不就是那个传说中的花果水莲集团的大小姐孙荣？刚入学的新学员就能放出金光术了？可恶！你给我下来！哇！二位师兄，我来了。有何指教？好男不跟女斗，别再让我看到你。不管何时何地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孙荣都会好好保护你们的。哦，谢谢，辛苦你了。